就是这个印度脆球，老板你好，这是印度的东西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应该是比较印度口味的哦。对，那我们招牌外的最好就是泰式虾，所以它是里面是空的，然后你再塞料进去。塞料加汁，对。哦，懂了吧？这样子，也不是你讲的啊，泰式虾。不知道你抽多少，一份是几颗？那么六颗，以你对它的认识，它食量大吗？ 你干嘛这样？哇，他妈只能打真的。对对对。对，是示范。对，你一分两分，你打对我。真的。对啊。那真的还。需要你后面好好加油。好好好。哇哦！哎。哎呦。下杯的概念。哎。哦，这个要趁机赶快吃，不然它是不是软掉？对啊。好好吃哦。嗯。哎，很爽哎。 它真的有那个印度的那个香料味，哦，但它的辣其实就是属于偏后劲的。OK， 我觉得蛮上来之后蛮过瘾的，而且里面其实吃下去的时候，一些简单的鸡胸肉，然后主要是香料的味道，带酸辣的感觉，这个当开胃是蛮好的。好舒服哦，脆口的，第一道其实这个很棒，很棒哎，它这有点像那种开胃菜的沙拉加在里面，但酱汁再多一点。 然后有点像是比较凉拌的那种汤包的那种质感，哦，爆好吃，好爽哦，嗯，他吃的时候酱汁往上里面倒，你真的都不给人家时间，好硬，直接吃，然后把那个倒进去，倒在倒里面，然后一口吃，哦，酱汁要塞进去的，你为什么要弄那么，塞进去，不要骂老板，不要骂老板，哦。 这个是，答案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个好，我也试试看。这个很好喝。要倒进去。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怕那种比较真的偏印度香料味比较重的。这个不会，这个就酸酸黏黏的。好 OK 哦，我们加个虾，金钟，太金钟了吧？对啊。第一道吃这个真的整个味都还好，超爽，心情变好好。嗯，还有加花枝啊，那如果越咬到一个口感有点 Q Q 的，但是又不像这个番茄跟凤梨，哦，它这个料其实很多呢。嗯。而且其实这个一颗球就有一只虾，对，好爽，其实很棒。 我一人，我一人，我一人八颗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等下会死哦。我们今天总共听说了。你给他一个脸，你给他一个脸。哦。好啊。你问我敢不敢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在问我敢不敢？对啊，敢不敢嘛？不敢。不敢。老板一样，对对对，他总共八个就可以了。嘿，他们各两个，我一人四个这样子。 帅，他的嘴都是要这样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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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喝，超好喝，哦，帅一个。 好吃的东西不要把它弄成那样。哦，好爽哦，很好吃，它的草莓很就是很大颗，但是完全不是酸，很好吃，好爽哦。对，这个是50颗哎。来，感觉。哇，好漂亮哦。 喜欢吧？这现在漂亮吧？风采也太厉害了吧！好吃吗？我觉得你该打这个，你打小的。大的，这个我是小的，你是人吗？对啊，你在干嘛？我怕你吃。这个我是小的，哎呦，你干嘛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来。
一整个三元，一整个三元之味，哇，太棒了！你刚进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嗯，你还在感受它的味道，但慢慢的，你就会感觉到了，因为你的想法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么大块那个蜂巢，其实很甜很甜，是不会，因为它是真的，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甜味，然后再加上它说里面有加柠檬片。这样子结合在一起，真的就是一整个酸甜滋味。你们两个一人一份啊，我一个人两份嘛，就大份的。好不好？你帮我用那个装，牛三宝用那个装。哦，我今天就要给他们。哇，好棒！哦，你这还可以加王子面，对不对？哦，要不要加王子面啊？这样不加一样啊？那就加里面，我也要加。湖南。对啊。我记得你以前蛮怕事的，现在怎么？加大怕啊！对，你的人生现在没什么好。你看过那个之后，其他都还好了。大风大浪，他怎么没见过？所以你有看过，就对了。看过了。你有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里。跑马灯有出来。对啊。少了一点就过去了。我觉得在这边，那好险你没有全部过去。没有，过不去呀。还有那道光没有把你。对啊。哇，哪来的光啊？香啊！怎么这么多？两份我真的觉得偏硬。先吃它的牛筋，我还吃它的这个牛腱。真的，这个好吃就知道。那萝卜，对，入味，好吃，把萝卜全部都已经好吃，先好吃。有空入味吗？好吃。嗯。哎，他们的卤汁其实蛮迷人的。对。中药好像是那种类似发酵是吗？的香味有稍微多一点点，有但是药材的味道是有出来的，对。然后主要在吃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辣椒也蛮迷人的，一点点辣油之后反而会勾出那种红烧的感觉。而且我很怕那种，就是有些人他说，哎，我用药材，但其实吃起来就只有一个甜味，太甜那个味道不行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什么味道都有，是它的辣油药，所有味道很均匀。不然酸菜也很好吃哎，哎，感觉这个再加一点它的那个汤，然后放面条、牛肉面会很刺激。对对对，对啊。把面都叫进来，还是真？好爽啊！我觉得好怕哦，你怎么会变这样啊？怎样？快吃完了！棒啊！人家现在是猪血糕，白痴病，他烧都猪血糕了。哎，我们也吃完了，我们也吃完了。哎，我是第二碗哦。我们 OK 了，来啊！哇，长一样哎！你不要加辣嘛。刚有讲好，就是猪的要跪下来说对不起，我吃不下了，这样。收，你膝盖。Waiting。你真的现在变得好狠。当然。我跟你讲，第二碗还是很好吃。收了。吃到第二碗还是很好吃。很好吃啊，真的蛮香的啦。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杏鲍菇。收了，给你了。你喜欢吗？我不要。瞬间，最后那个，牛百叶，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笨蛋？啊，来，欢迎，老板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很好吃，忍辱负重一下是 OK 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冲动了。豆哥没事啊，豆哥。来了，多一些空间了。哇塞，来。我们完了，结束。啊，吃完了对。哎呦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
来了，已经好了吗，老板？哇，真熟的。来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这是几份啊？哦，你们一人三只啊，我六只。我给豆哥吃啊，老板，这很新鲜哦。新鲜啊？你说这是生食级的哦？对，也可以吃生的就对了。可以。好好吃哦！豆子下来了。对啊，你跟我讲干嘛？我又不是老板。就饿杀死你们了！太好吃了啊！你还好吗？你好嚣张哦，真的好想给你28只哦。好好吃。好鲜哦，好鲜，真的好鲜的，超级新鲜的。哎，大家三十米，你有在算了？对啊，哇，你以为你有在算？你不是可以吃28只？啊，那也那么少干嘛？还有那个虾的味道，连虾的感觉都出来了。哦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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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吃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吃。啊。心情愉快哦哦，好吃好吃。我叫老婆的，是老板干嘛？老板怎么了？很香哦，很酷，很酷很酷。是老板，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吧。哦，哎，老板，老板这边还有螃蟹跟炸蒸龙虾哦，好棒的哦，谢谢老板。没有了，老板现在拿出来就吃了。你要吃啊？你中风哎！啊，老板，不要开玩笑，老板，谢谢，不要不要这样。老板，这些海鲜都很多啦，好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海鲜超好吃。哦，yes， 嗯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太棒了。